是这样美的，真的好好看哦。那里全部都扒手的，就是这边是没有喇叭声，没有车声，只有人声跟风声。觉得威尼斯去到哪里都是一幅画，云做滚的啦，哇，什么全部是给水泡烂了。I will post on TikTok, I will TikTok good。还在说啊？哎，要去机场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去意大利了。那不要忘记拿哦。要盖起来。各位 ，MWC 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启程去意大利玩。这次跟我们一起出发的团友有自己、有 JS， 还有 Kian。拜拜，巴塞罗那！嗨，意大利！好漂亮，有一点不舍得走了。但是不可以，意大利应该会更好玩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拿到最新的 Honor Magic 5 Pro 嘛，我来 MWC 就是为了他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同样会带着他去到意大利，然后就会拍拍走走，然后阿 Ken 就会用这一台，所以我们就一人一台 Honor 手机，然后我们就出发。那我们要准备去机场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会在意大利待六天，然后我们三天会在威尼斯，三天就在罗马，所以现在我们就从巴塞罗那飞去威尼斯先。大概一个小时多吧，我们的飞机票也算便宜了，400多块马币就可以去到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在附近的话，你们就可以去看看这样子。为什么选择威尼斯？因为团里面有一个人讲说，这边里面那堆车掉了，在那车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。对，好吧，两个小时后见。登机了。Sooner or later, the bulk is lost, and the bag is tossed. The beast. 耶，到了。大家来到意大利真的要很小心，因为哦，意大利出名多扒手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左顾右盼，顾好自己的背。抱团抱团，大家一直抓住。机场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买了这个10欧一个的机场大巴 ticket， 我们就搭这个去到城市里面。但是大家记得这个要去 stamp 一下。大家，威尼斯真的是很多楼梯，我们现在拿着我们的28寸来给上这个桥，再下回去。哇，威尼斯这样美的，真的好好看哦。美是美，但是阿 Ken 还是很可怜，史上最凄惨的男人，一个28寸，一个28寸。Do you wanna let this one go?开始要奔现了，因为我们的屋主听说是美女来的。哇，我们住的这个 Airbnb 很特别啊，该底下那层是房间，这里上来是客厅，这里有个小门，太美了吧！这样美的风景，当然是要试一下拍照。这就是我们的玄关。嗨，今天我是波波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房间。哇，这个厕所，哇，哇，美美美，拍下来，拍下来。Honor Magic 5 Pro 可以拍到最广 0.5 倍，长角最高100倍，但是拍日落用 3.5 倍光学和10倍混合变焦就很美了啦。八片出来了，八片，那我看了这个头发样子。OK， 夕阳看完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吃晚餐。这边附近我该做 research 有一个蛮出名的墨鱼面。Going back up to make my last stand.Gonna dust it off with my own hands. Black blizzard coming. 没有拉行李的时候还是很浪漫的。可是今天人好多，会不会是因为周末啊？周末的关系，但是这边蛮浪漫的，就是很漂亮哦。然后你就可以看海，哇，你看这个 view 真的是 priceless。这么暗拍照都不用落99，一秒卡扎。Honor Magic 5 Pro 的抓拍真的是快很多很多了，而且放大这样都还是很清楚。Jen， 我要拿去破 IG 啊！威尼斯就是一个布满水的一个地方，到处都是水和海水，然后有海鸥，有鸽子，然后还有船，反正这边就是很休闲，很休闲就对了。啊，网上我看到有人讲一句话，就是这边是没有喇叭声，没有车声，只有人声跟风声，很宁静的一个地方。最多的东西就是桥，
然后听讲这里不会塞车，是不是？会塞船？这里都没有车，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罢了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远一点的话，我们只有船。然后 Google Map 上面哦，是没有 train 这个东西的。这个美耶，可是很贵耶。坐这个他们叫 gondola 的，一次要80欧，80欧就是我们400多块马币。这间 restaurant 就是屋主介绍我们的，它叫做 Impromta， 大家可以 search 一下啦。人它是走比较远一点点，但是环境很好，很棒。哇，看一下刚才拍的照片。哦，可以哦。街头。然后不，你刚才讲价吗？说，讲讲。有的，这里可以自己选。你要 instant、vivid、genki、flam、elegant。这边分享一下拍摄，我个人想用两倍 zoom 看起来会比较好吃啦。全部是虾的，哦哇，满满都是虾，这是招牌。汤面很好吃。咖啡味。耶，我们第一餐开动哦。早安，今天是爱的狗狗。今天这里有一只狗在晒太阳啊。早安，今天是在威尼斯的第二天。今天的行程呢，我们就会去当个游客，去参观各种的行程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先去吃个早餐先。跟你们讲，昨天晚上我们在 Airbnb 那边看了一个威尼斯人，就在威尼斯里面有个杀手，然后把全部人杀死了。可惜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们要在威尼斯看这样子的戏啊。然后现在我们经过小巷就觉得很可怕。威尼斯真的很美耶。菜市场，全部虾，它的虾为什么不懂长相哎？有很多海鲜，有生蚝，有马蚵，还有超大章鱼，还有这个斑鱼。嗯，哇，超好吃的这样子。看这个，这一堆是马蚵。清口。今天的早餐，我们就在威尼斯河旁边吃。你的是什么 ？Pancake。Croissant。看起来很好吃嘞，这照片拍到，而且我是没有调色，原图直上。然后我们简单个威尼斯人在旁边晒着太阳吃。威尼斯其实很小吧，所以很多景点我们都是走路可以到。现在的目的地就是去看那个在水上面的书店。觉得威尼斯去到哪里都是一幅画，真的是很美。怎么这里讲多拉长的？贵死了！我要做威尼斯拉长狗。哇，这个街道很有 feel 哎，还卖那种花。这是那 AI motion sensing 拍的，这个也是，他刚好抬头，然后这个真的这样这个也是。然后这个刚好他一回头，他就这样子一回头，他就这样子就拍到了。你看这只猫哦，还爬树，一直动来动去。手机自动拍的情况下，毛都可以这样清楚，过分了啊！这是宠物神器是吗？这张美，这张真的很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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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美。这是我们等下要去的站 ，Rato， 就是那个水上书店的站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买那个 ticket 先。那个 water taxi 的要买你就买 day pass 25欧，不要买你就买一层就9.5块，知道了。9.5块就是差不多50块耶，搭一趟 water taxi。我觉得9欧我留下来吃几拉多，走啦，我们年轻人来了吗？我们全部年轻人来了吗？可以去体验欧洲。你是年轻人吗？贡多拉，这个就是威尼斯最出名的坐船。但是这个好贵啊，就每个人来这边就打卡照最美的就是要坐这个船，一艘船可以坐4个人，80欧。然后我们经过我们的深思熟虑之后，我们决定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吃饭，打卡成功耶，我坐过了云滚多啦。9.5块只可以坐普通的 water taxi 吧？不舍得了还讲什么80啦你们。就是哦。
我们现在来到威尼斯，我们看着这个水城，告诉我你是谁。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啊，万里无云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天空，没有云啊，怎样拍都好看。又看到滚多拉了，云做滚多拉，哇，很凉哎，现在哇，很大风，我坐上去了。哦，找到这个很美的位位，哇，拍照拍照拍照。原本去书店只要20分钟，但是我们走走拍拍，走走拍拍，用了1.5小时都还没有到。这一间书店就是非常出名的网红书店，它名字叫做 Liberia Acqua Alta。Acqua Alta 在意大利文里面，它的意思就是高水位的意思。所以这间店哦，其实它是在水平线以下的，所以只要涨潮的时候，它门口是会淹水的。你说这里买明信片，这里还可以帮你寄耶。然后呢，他们有分3种的邮票，寄意大利里面的。Europe 的跟青色就是 the rest of the world， 这个是16.5块加买 stamp， Euro， 就是差不多100块，90多块。他这边卖很多旧旧的明信片、书本，然后很多 painting。哇，它里面可以是多书籍到这个程度了，那这些旧旧的书本哦，它这边拿来装书的是一艘船，这个就是会被水淹的那个门口，所以它地上是这种地，因为随时会给水淹。你们看到吗？这些书哦，全部是给水泡烂了的，但是它就把它叠成一堆，变成打卡的地方。这些都是常年被水泡烂了，它就直接做成一个书墙。而且哦，还有一点潮湿，我摸上去哦，它好像一点点湿湿这样子。因为这里常年都被淹水。对，常年就很潮湿。什么 ？Pinocchio。木偶奇迹壁纸，说谎会变长了。啊。都有，听说是它作者是这边的故乡。I will post on TikTok. I'm a TikToker. Hello. 哦，那美趣 5 Pro 电池是5100毫安的，配跟一个66瓦的快充速度。但是我个人使用发现，其实它是很省电的，出门一整天哦，我完全没有担心过没有电哎。这个是开心果味道的，这个就是 mixed berries 的味道。现在去拍照，去打卡拍照。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, won't stop for traffic lights. And I really wanna know, really wanna know.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威尼斯叹息桥 Bridge of Sign。哦，靓到嗨一声！嗨，哦，这里你看很多人，因为傍晚时间了，很多人来这边打卡，你看全部来拍照啊。海鸥也来玩了。哇，不要紧，我们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拍的照片。原图直出的照片呢，已经包好看，可以 post 了的。但是我个人想玩调色，所以我给你们看看调完色的另一个感觉吧。这手机拍出的照片都很绝，真的特别想要威尼斯这个地方。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.看到人家拍照，我们也拍照，真的很美嘞！看人家摆拍，哇！突然间叫可恩从这边跑过楼梯，然后去对面，因为感觉得这里拍照会很美。你看他在那边，嗨 ，Hello， 可恩。而且现在很美啊，那个光，你看它装在那个教堂上面。Say I lost my mind, I will keep on holding my head high, 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. I never 我们刚才坐在那个码头那边，坐了差不多半个小时，要上班了，真的有点要上班了。可是这边就很舒服，因为这边是码头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出去海那边，然后有船，就很舒服，就会不知不觉坐那么久。黄昏的教堂好好看啊 ！OK， 果然
拍任何照片或者是什么观光啊，都是黄昏的时候是最美最美的。有一种感觉啊，好像是玩 game 啊，就是威尼斯进化，黄金威尼斯。Hello, YouTuber. GoPro, GoPro. Hi. 在威尼斯最后一餐，吃墨鱼面。示范如何让牙齿变黑？墨鱼面。一。Even if the sky is falling down.2000年前的人到底是怎么建这个东西的、啊？老板是可能的粉丝，请我们吃。